这个吗？这是南瓜叶。我怕你上次不是很喜欢那个吗？然后我们差点就快要死掉了啦。来看看南瓜这页是什么。第二关就不是答案。哦，大家好，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是圆圆新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子杰。Hello。 啊，米奇妙妙屋的。哦，这是鬼屋吗？卫生局办的。那我们开始喽。我以为是。米奇、米妮跟布鲁托，我们一起哦，进去吧。要保护你们就好哦。第一关、第二关、第三关嘞。我们已经跑到第三关了。哦。但是已经玩过第二关了。好，那我们从第一关开始玩，好不好？不要。从第三关开始玩。那第一关跟第二关有兴趣自己去破关哦。从第三关开始吧。哎，第三关好像很难。对啊，我们上次就玩过了。你们一定要协助我。因为米奇啊，他必须要照光，要不然的话就会死掉。前进，怎么办？这要过去吗？哦，我拿到钥匙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刚刚那蓝色的地方。当当，首先我们不能离开光太久，所以冲过去。哦，要躲起来了。哎，丢脸呢，怎么办？第三关真的超难的。快点 ，Go Go Go！ 快点照光，快不行了，受不了了。哦，那边有灯，这边有那个书桌。哦吼！先来去吃南瓜。吃南瓜之后变比较强。哦，我拿到绿色钥匙了，那个要把它拉开吧。哎，有门呢，刚刚也有个门，那从这边下去看看。啊，完蛋了！啊，打开打开，我要赶快吃。OK， 下去下去下去。哎，绿色钥匙我刚好有。耶！哦，破关，拿到蝙蝠的雕像了。啊，不过要去另外一边。滚快滚快回去，滚快回去啊！我快受不了了。照光，照光，照光，照光！哦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要冲过去哦。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 ，OK 啦。哎，姐姐，你要去哪里？没事的啦。我只要从这边冲下去就行啦。冲！哎，哦，开灯！刚刚只要开灯，它就会被破坏掉了。对。下去。好快，我要拿到灯笼。呜呼！我应该无敌了。打开。OK， 拿到了竖琴。再来一关，再来一关。天使雕像 ，OK， 下一关，这关蛮难的，上次好像没过。哇，哇塞，来喽！第一个，这是米奇他老爸吗？对，米奇狗狗，他竟然跟着我哎！对啊，跟着。吓死我了，没有灯，没有灯，完蛋了！快点救我过，救我过，救我过！哦，拿到绿色钥匙，从这边下去吗？等一下，他又要追我了，怎么没有灯啊？灯在哪里？灯在哪里？快点，快点吃那个！哦，吃到了。拿到用光。我有蓝色的钥匙，打开看看。哎，有道门哎！不行，我先照一下光，有点受不了。从这边下去之后是到这边吗？我走另外一边看看好不好？不行，另外一边好远，我可能回不来。直接从那边下去喽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耶，我有灯笼了，不用怕。无敌！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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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，这一关比上一关还要简单呢，我救到小猫咪了。为什么是喵啊？还跑这么难啊？这次要拿那个雕像，不知道有没有拿到，好像没有。不过不要紧，剩最后一关了，会不会有大魔王出现？可是他音乐好像很嗨。而且好多幽灵哦，有没有？拍到吗？开灯！我要无敌了，快点冲！不知道无敌多冲，快点冲！快点冲！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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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哎，可是好多门哦，第一个门我要走吗？其实我身上无敌状态还蛮久的，哦，我一开始就进去 ，Oh my god！ 那个门是假的，那后面那个门呢？要开后面的门吗？对啊，后面的门就是这样上去的。那我们上去看看。哦，看着我了。上去。对。姐姐回来哦。这有一个蓝色的机器，你要把它打开吗？打开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它没开耶。会不会我走过去，它要开始变成幽灵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缺一个绿色门的钥匙哎。完蛋，我要回去找。完蛋啦，怎么办？我没有开关。啊！就回去。对啊，为什么我没办法把它打开？可是这又是干嘛用的？浴室的钥匙在那边打不开啊，我要吃无敌才能过去，对不对？在下面，我再下去一层就可以了。回到入口啦，这样不行啊！啊！怎么办？我找不到绿色钥匙。有啊，看了，我刚才看到绿色钥匙了。啊！我快受不了了。是在一楼。一定是在刚刚那第四道门冲过去，好不好？这边。那幽灵来的时候，我要跟着冲过去哦。我们进不去，那怎么办？先上去，然后再下来。先下去好不好？先上去，然后幽灵走回来了，我下来，然后快点冲进第四道门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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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啊，没有灯哦，无敌无敌，快点，我要去吃那个。哦，终于拿到那个，我、哦、在那边。哦吼，原来是这样开，开了开了开了，那我直接冲过去就好了。哦，有没有挡到我、啊？绿色，绿色，我们现在要去找绿色钥匙。快点快点快点！啊，没有灯，在哪里？完蛋了，没有灯，快点，我们要去找灯啦、啊！哦，好险。我有点忘记出口在哪里。好，从这边上去，然后再冲过去。那姐姐怎么一直跑？过来，我们要破关了。我有绿色钥匙，哎，没有，我没有绿色钥匙，我要去拿。在下面，在这边过去啊，死掉了。刚刚那个盔甲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去拿。没有啊，没有恶魔啦、啊。打开，耶、yeah ！哦 ，Go Go Go！
好，哦，这一关蛮难的耶，终于到了蒸汽音乐了。第几关啊？好，所以这一次我们拿到这三个雕像，所以啦，成功的把大家全部都救出来喽。对，可是我没有看到这个，我们要等到这一个。吸吸血鬼。因为我们要等到这一个吧，好像有。所以过关，米奇万圣节系列鬼屋。为什么没有圣诞节的耶？不知道哎。好，那我们就要说什么？